还有岳波老师啊，那他管纪律。星爷有什么样的纪律？你比如说请个假呀，得有考勤制度啊。提到英宁这迟到，他误场，他没误过，他最绝就是这个啊。就你跟他说几点，他心里有准儿。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应该说啊，这个团队好在哪儿呢？这跟大伙儿也不是吹嘘，高学历实际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。对，你看大学本科，大学本科，大学本科，文盲，大学本科。文林大学本科，哎，文林，所以我们这一代呢还算志同道合，又都各自有单位。嗯，你比如说他在北京市曲艺团，我们俩人在煤矿，这个都有各自的演出团体。为什么还要搞这么一个星夜出来呢？我们都是北京孩子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接触的是北京的老先生，哎，所以但是呢我们学习啊，很多时候小的时候是上天津来学习，因为小的时候是北京没有小剧场，我们要见到前辈的演出机会不多，要赶暑假吧就一块儿来，然后呢住一天或者住两天，那就看几场相声，把这时间分配好了。虽然说那会儿呢这个学习条件不是很好，我们住那个旅店啊也是很便宜很便宜的，10块钱一宿，10块钱一晚上，那个屋里边吧，俩屋中间还有一窟窿，凿壁借光。哎，我这个床，李京这个床啊，就隔着一堵墙，哎，正好在我们这个床外那儿有一个洞，洞大到什么份上啊？我要是努力，我的手能伸过去。哦，可惜他不努力啊。对，我就把钥匙能捅进，扎到他后腰。哦，而且你那灯的开关呢，在走廊。你必须啊，到走廊里，在屋外头摸黑再进那房间。然后英京老师呢，比较爱干净。他也不脱衣裳，然后盖着被窝呢也不翻身，就这么挺着睡。经常是我这屋都关了灯了，他跑出去给我们这开开。嗨，捣乱嘛就是。啊，打那阵儿就捣乱，合着。啊，虽然说这么艰苦的学习条件哈，但是我们比如说今天要学这个段子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记。一起来记啊！我们俩记逗哏的词儿，因为我们俩记忆力比他们俩好。他们俩的记忆力是超长的。我们听这个。老师的相声听完了，从这个剧场往旅店走这个路上，他们俩一人一句可以复制，哦，哇，真的，这一点不夸张，就这俩人的脑子就是像录音机一样，就完全能复制。我呢就听乐，他们俩就念叨一道。之所以能到天津来这么远，就为听两场相声，就是喜欢，到什么程度？什么程度？上大学，晚上天津演出。他中午上学校找我去，我们俩聊高兴了。咱今天高消费怎么样？现在中午买票上天津，咱晚上看节目去。哇！那时候那个叫子弹头，75分钟到天津。对，双层的那个。住宿为什么花10块钱呢？因为火车票要花35块钱。哦。所以就得省在。太奢侈了。学生没有收入。有便宜的，有12块钱的，是早上6点半。坐车9点半到天津的。那会儿北京南站没改造，12块钱3个半小时到天津。是那绿皮车。对，我们一起学的这些传统节目，啊，我们演这些传统节目，大家基本都是一个路子，因为一块儿听会的嘛。又是一起长大的，但是呢，在不同的单位，他没有机会平常老在一起演出。就因为这个组建这么一个团体。听说星夜从经营到现在就没赔过。这个确实是这样，因为可能我们就是一开始啊，我也是学理科的哈，我也会做一些这种测算，学企业管的。那难怪懂企业，挨着了这个，这个这是当年从那小窟窿里看见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一周两场的演出，啊，然后我们的人员成本我都测算好了。然后可能在起初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团队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，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演出，也赔过几场，但是从全年测算下来，他是不赔的，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，由于我上过班，王磊老师以前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，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是专门做演出的，在这方面呢有点经验，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，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你像我们啊。现在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？过瘾，别地儿没地儿说去，还得在小剧场把会的这些个老的段子呀，自幼就学的这些段子恢复。那么年轻的呢，就是学习，我们那也不招收学员，原则上不招收学员，原则上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我们旧有的这些学员，我们还认为没毕业呢。那我们在第一批收的学员的时候，
应该是很谨慎的。那个时候最看重的是他们哪一方面的特质？首先说他们的基础很好，通过这么多年呢，他们成长的也都很快。我们这当中呢也淘汰过一些人，我得坦率地说，可能是工作态度问题，可能是业务水平问题。比如说什么态度问题是你们不能容忍的？今天我们这儿好比给300，我举例子说给300，应该你是2场，那儿还有1000的，你可能你提出来了，我得开头场，开完了我得赶去，这个咱们尽量的允许。但是有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他因为这个就把这个给停了，他索性就不来了。对，这个不成。明白。还有的呢，不努力，老这水平，这么多人给说都不行，他不进步。那不进步怎么办呢？就先停一停，是不是？再一个，你在台上都说2年了，还这3段，那哪成啊？不出心。刚才岳波说这个是表象的问题，其实总结出来就是价值观不统一。也许呢，你加入的时候你价值观就不统一，但是我们没看出来。是。那可能通过演出、通过事儿就能看出来了，那就必须要淘汰这样的人，留下的都是价值观统一的。